Il cioccolato bianco è il mio amore verso di te. 高收视的《真爱找麻烦》后，华剧第二档大戏《爱上巧克力》的卡斯，这次不仅网罗了国内的一线女演员，还让新生代巧克力女孩们纷纷献出自己在荧幕上的第一次。我觉得这个角色是我以突破上来讲的话，我觉得是我比较演得比较放的一个角色。早就看你不爽，丽丽大哥上面有人。其实，在演的过程中，我极尽夸张他那一种见钱就抢的那种特质，那种很积极呀、啊，他可以丢掉很多的自尊呐、啊，头发啊，他什么都可以丢掉，他就是要为家里赚钱。先赔钱来。我干嘛赔钱啊？我以前是拳击社。而从未演过戏的台澳混血人名模昆凌，这一次也献出了首次的戏剧作品。自己在戏里面挑战是一个。比较活泼、比较开朗，然后就是一个你知道蹦蹦跳跳的女生，然后对我来说是一个突破，因为我私底下就是比较不会蹦蹦跳跳。有了这群巧克力女孩的首次突破与全新演出，华剧《爱上巧克力》演员们所激荡出的火花，绝对如同巧克力的滋味那般的多层次而且精彩。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4月10号起每晚8点，《爱上巧克力》。